就在刚刚，红军大手携盘古幡击溃人道法相攻击。欲一举铲除自己大道之路上的最大绊脚石。人皇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红军，你高兴得太早了，这不但是孤与你的争斗，也是道的争锋。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帝星死定了的时候，人皇剑出鞘。一面山河，一面人间，呜呜，这人皇剑承载着整个人族，承载着整个洪荒人间界，你拿什么和我拼？红军孤必不会输。整个洪荒仿佛活了一般，仿佛是整个人间界在对抗着天道的力量。两道攻击再度相遇的一瞬间，竟然出奇的平静。盘古幡上